大家好，我先介绍一下啊，这是磨卡的一个，是哪国的？是芬兰一个，哎，这个厂家的人，他们呢是上回学校来，免费的送给我们这一套东西，看了吗？这一套东西那天我们来了，我们俩交流交流，我一看这东西老舒服了，这个东西一个电池多少瓦？这是350瓦。对。而且打不出来，它特别舒服。它这个东西，小边在造的那机身，上面溜了，看那机身吧。它这个东西是跟那个联动的，你介绍介绍这东西吧。我不太舒服啊。行，你介绍介绍你自己的产品。我就跟大伙儿简单讲一讲，这个东西很简单，这个是一个方形的模具，然后它是一个3毫米全形钻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看了呀，这个是250瓦，功率比较小。哎呦，那么点小功率。对，无碳刷的。然后它后边一看连了个管子，比普通的那个磨机啊，它就多了根这个管子。这管子就是连着那吸尘器。对，它跟它联动的。对，咱打磨的时候，一般咱想象中的打磨就是你打磨很多粉尘，对，需要戴口罩，对，或者戴个什么猪鼻子过滤的东西。对。这个就先给大伙看一下。先看看它打磨，我先把这个看一下。这个是打磨是，几乎是不用，几乎是没有粉尘，是吧？很干净。打完之后，这个打完抹完都没有土，而且我最喜庆就是你看人家嗓子看到网状的跟布一样，它都透着亮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在这里头就给吸走了。对，这里头这牙，这东西你看这32的，那打出去看看，你看人家嗓子出来。我主要是什么呢？在工坊里啊，说真的。一打磨满哪都爆不通通，这个机器它太舒服了，它我没有什么给厂家做广告的意思，我就说这个东西它不错，它确确实实不错。对，东西不好，就是说给你拿来你也不要。那当然了，确实是不错。好，那个摸一下，要不小导过来我就不管了，你给摸一下，摸完之后你看看这个活行吗？来，你们俩摸吧。对，因为我不知道您这施工对用多少地方。对，这是80的。对，这80是不是先拿80吧？还是拿圆的打？上180的。上180的。不行，你拿圆打吧。圆的。对，圆打，然后那个。80。这个也不用对，直接反。对，反。对，这边带绒的，带这儿的，带这儿的。带绒的，对，贴上的。然后这个跟这无极变速这叫它不是，它是一个无碳刷的，也是无碳刷的，它一般踩油门一样，就越暗的重，对，暗板是，越暗的重它是转速越快，应该是。对，然后先把电源开关的，对，按一下是开，按两下是关，对，按一下。小导你亮了就行。小导你这回就想哭了，要不打不就多爆头，你看看。对，打磨完之后它没有土，这就在最牛巴的是。对，主要你现在天也热。对，一点轱辘没有。这个手上，对。基本上转了这么两圈，这基本上就已经 OK 了，已经可以了是吧？可以换下一个。对，没事，等你看一下，比如说，咱把这个吸尘管给它拔了之后可以看一下。对，打磨是吧？现在我刚才打磨，我手上都没有灰的，它可能会从这儿喷出来。对，现在可能从这儿。对，它有个那个悬吊的吸尘器。出来了。
就是算是干活的，嗯，算是干活的。那可以试下一个木数了。嗯，240还是320？也吧，240吧。240。这个机身明后停是吧？对对 对它管里还有点东西，它给它炒高。对，因为这儿停了之后，它会有一个延时。240已经赶上咱平时打磨400的感觉了。反正哎呦我天，再还有吗？对，还剩320。320。再打一遍。再上320看什么效果？这傻子的质量得用多长时间估计的？要是打借我这广哥，这一个人用。我估摸的，反正打十来个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铁还有劲儿吗？赵伟浩有，因为你看你普通的，你之前用普通那种纸砂嘛，嗯，纸砂它打不打你的粉尘，它就粘在里边，就糊死了。哦，所以你打不动。糊死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网状的，它粉尘啊都是通过这网子啊，然后都吸走了。哦。即使有一些粉尘啊，它也是粘在这个网砂中间。哦。啊，它不会在表面，所以它不影响。哦，对，它不影响打。来，快，酒精。等等，完了，那怎么做？那谁换完之后擦完之后一会儿打蜡看看着换到多少了？这已经320，这已经320了。对，这咋还有嘛的？还有400，600，800，400来一遍。这个解完再粘上不碍事儿吧，傻子？不碍事。啊、哦，别解坏了就行，到时候。没事，它后边都是磨石库。啊、嗯，好，解上咱一直达到最大，它这个。啊，还是800。啊，800打完就够级别了，我估计。从头到尾打造完。
山这种傻子最大的到多大？往山上那天拿过来最高是800。哦，再往上可能不是太常用的话，我们就在芬兰啊，这个库存可能就比较少。哦，但一般的话800是够的。再往上就是这个。咱别那么说大话，咱就看看啊，我感觉点了，看看就是疯了，看看，咱打出来一遍，咱看看啊，我就说这样的，咱不能说别的，知道那可不，那可不，咱主要是试试来那个机器，我挺喜欢这种东西的。擦一擦，对，看这块，对，好，看着你手，好，我再看看啊，看这块，看见木了。这木子好，对，木子也好，不行，还得拿着，还给我，你看，看了吗？这是我做了一个起桥桌的东西，这个没做完，这个事儿多，看，看见木子打不出来，看你还有一种抛光的轮是吧？对，那个要是带来再抛光，你看这东西，对，有，还有一个筋膜下面是带海绵的，对，回来之后你再拿过几片，行，行，我来几片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东西，看。哪儿看的光正好，好，咱在这儿，咱感谢人家，这磨卡吧，这是是我们职业大学的一套这东西。主要是你们觉得我们东西好用，那肯定，要不好用我也不用了，好吧？你觉得好东西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有一个朋友，就是磨卡的，对，他上来那天来一趟，他说了说他这个磨卡这个东西。来之后我们聊了一回呢，应该还挺投缘。他这个东西说真的，我还真没见过。你看他这东西嘛，这沙子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都透亮，你说这沙子，看这方沙子，看。所以说这东西他挺地道。那天他们说了说，回来之后我跟他们说了说，他们的意思是嘛呢？给我们来一套产品，叫我们用。我说行啊，那太好了，那么着你看看，这次给咱寄了，这里少一个大集成，因为海峡现在缺少芯片的大集成没有货，他把他的大集成拿过来，这货发过来了，这大伙看看，来，我俩猜猜，看这中间哪个对哪个，
啊，这都是嘛东西？完了，这个你看看吧，这是圆的模片。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看哪见过这样的叉子？这是八百号的，看了，看了。对，八百号。所以说，他这个那天我摸一下，明儿呢我做一个，打磨一下，让大伙看看，看了吗？这都申请的闪通啊，接头啊。他这东西地址在哪儿了呢？你看，这都是整块沙子，是这个玩意儿一开，机身一开，它是同步的，打不出来。说真的，它连个图都没有。啊，你再拆看看这个，看吧，这都人家原包都没动了，看看，没打开过了还。这是嘛东西？这差不多，这八十吧。你看，这沙子多硬开。你看，对，它可能就缺节材，路数不一样，对，那肯定啊，是吧？这个麻烦真重了，你看，这都是人家送给我们的，咱所以说在这儿呢，咱表示谢谢人家，谢谢人家这个厂子，这个可能是你脑袋，好像这一套应该来说，好像要买，好像不算太便宜了，好了，看，不是那。啊，你看，看那套东西，说明书，这是说是六寸，你看，它这眼儿，它这个东西全能粘哈，灰全从这吸走了，对，全吸走，看看，这里还有夹乱七八糟的，这就是不知道搁哪了，来了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装来，这个呢，你看，看这多，这，哎呦，这也不清楚这个。看，这是方头，对，这是要方的，这，你看一嫩的，这个，这也是一套那底盘那东西是吧？对，行，一会儿咱用这么搁着，对，我用的时候这么搁着，应该是、啊、看看，我把这看看，哦，这是那机身管子。底下是个啥？你应该是他那机身没来，他那机身没有货。这应该是那大管子，哦、你看，两个管子，他一个方头、一个圆头的管子是吧？你看一下管子，好，就这样。一会儿等他来了，我们再拍一个怎么打磨的视频，是吧？这人开箱看看这东西，我天，这是多少东西？人这个，行，好。这个是这个企业应该是哪儿的企业？芬兰的。嗯，芬兰的。哦，芬兰的企业。对。在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。